Just know why。 你干嘛呀？一秒破功。你他妈搞什么？你他妈搞什么？我他妈的！Hello， 我是 Ken。Hello， 我是可恩。今天我们是要挑战不行动，那什么？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叫做不行动挑战，就是我会选一堆影片给他，就是我选女的，然后他选一堆影片给我，他选男的，然后看谁行动谁就输。你知道很难做的吗？就是要找一堆男的给你看，真的很难。现在我发现女生一大堆，男生很少啊。然后等一下哦，因为我们都有戴华为的手表嘛，所以我戴的是华为 Watch Fit， 然后他戴的是华为 GT 2。我们到影片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底谁的心率波动最高，最高的那个人代表他输了。等下我们就看输了那个人会得到一个惩罚，计量一下。不会。开始吧。看到吗？我不敢笑啊。怂一笑表情现在。我没有看。那就开始。哇，怎么没有反应啊？ OK， 不用。我觉得还好。吃的声音跟我，拜。你看那个女生，然后男子的声音会心动吗？到我啊，好，准备。Just know why。 你干嘛呀？一秒破功。你看王嘉，你看王嘉，一直自拍可以的吗？王嘉伟，难怪你刚才讲这有信心，一直讲你一定行动，你一定行动。这样我知道了，我找到我开放冰冰哦。到我下一个。不行动吗？不觉得很帅吗？我是觉得他很硬哎，他变了身之后。原来是你喜欢的类型啊。不是啊，就我觉得男生也是会欣赏的嘛，就是我觉得他很帅，还是他很硬。他有点像姐姐。喂。帅啊。一下都没有中我了这个哎喂。帅啊，没有行动。这是逼老娘放大招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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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嘴巴我刚好开太久了。呀，哦，不行，它要流出来了，我就把它吞回进去。是不是甜美型？我就知道你喜欢甜美型，所以我才喜欢你。但是你该吞口水。好，我给那个。来，待我啊。Objection！ 不能七七都玩王嘉，我跟你讲嘛。钉钉啊，跟你讲，等分钟啊。每个都找王嘉赢了啊你。你举脚盖有微微的上扬，你是不是咬舌？你看，不敢笑。金包脸啊！为什么刚才这样的帅哥你没有拉萨？一脱衣服你就有拉萨？因为人家有红军，你没有。等一下，你眼睛，我看到你的瞳孔放大了一下，这个是眼前一亮的表现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大了。
那女人蛮漂亮，其实她，但是不行动，蛮漂亮的她。你不觉得她有点像一个人吗？王菲，居然是不是有哎、欸，有像长头发了的。你哪心急，心动了吗？突然。像居然就心动了。Sorry， 居然不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哦。所以是你女神。你想知道吗？范冰冰。嗯。望着别人在笑，跟我讲可恩。哈哈哈！你的腿脚是翘起来的，然后嘛，可能对肌肉是没有什么那个抵抗力。啊！看两次的舞，然后再按一次，像极了偷吃被抓包的孩子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就到这边结束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看我们手表上面的心率到底谁是最高的。肯定不是我。我看一下我的是多少钱，最高是92，最高88。八十八，我觉得一定是因为那个王嘉尔，所以我才92。如果没有王嘉尔，我也不可能上92了。你记得我跟你讲吗？你一定，我很 confident 有两个你一定中的。他刚才一直讲，一定有两个中，一定有两个中，没错，就是中他们国民老公嘛，应该讲是我老公。好啦，今天的不行动挑战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大家如果想看第二集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好，第二集之前，第二集，但是你完蛋了，我们先笑很多。第二集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惩罚。不要，不要进！愿者服输。不要进，不要进！啊！好了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分享出去，然后看很多很多次。他是可恩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